猜他一会儿怎么下车啊？不知道，看看啊，眼睛就。二八大杠。行，都是科技与狠活，哥们儿。超他，超他，超他，超他。来响个喇叭。二八大杠。淑玉，再见了，加油！我的电话了，我的。因为当时我是卡丁车俱乐部的会员，看到了这个是摩托车，这个可以过来试一下，试了一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六月底开始训练的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半月左右。他九月底就会有一次比赛，是全国联赛。